Thank you 没说话。谢谢。再慢一点，看一下我这边。谢谢。今天一大早回到高雄投票，天气很好，风和日丽，我鼓励大家踊跃投票。台湾的民主，包括总统直接民选，是台湾人民、台湾的社会超过半个世纪的努力，我才有今天这么丰富。多元可贵的民主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民主真的是非常的宝贵，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珍惜，踊跃投票，谢谢。院长，您看外面的轻轨有没有什么？哇，感受很深。当时的轻轨，我们本来是希望在我的任内能够完成，不过当时到美术馆大顺路。那有不同的民间民意的声音，所以当时我们就一再的沟通协调，不过当时是希望路线不变，路面来做若干的调整，经过很多的努力，不过后来到韩市长他上任，就宣布停掉轻轨。那我觉得那是市长的权利，我们得尊重。好不容易等到陈其迈市长重新接棒担任高雄市长，我看到今天的轻轨成也，这个中间当然有一些延宕耽误，不过今天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所有的辛苦痛苦都会过去，但是美丽的政绩永远留在高雄。这是我最高兴的事，谢谢。哦，大家早安。哦，谢谢，好久不见。哦，多谢，谢谢。高炸，大家高炸。早。高炸，陈皮呢？Thank you。Amy。Thank you， 没说话。高炸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蓝绿白2024决战总统府，主持人佩姐王时吉邀请重量级来宾及时评论。1月13日星期六下午3:30开票选情，请锁定三立新闻网94要客诉。